经总指挥部研究决定，瞄准北京时间5月30日9时31分发射神舟16载人飞船。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景海鹏、朱阳柱和桂海潮组成，景海鹏担任指令长。航天员景海鹏先后参加过神舟7号、9号、11号载人飞行任务，朱阳柱和桂海潮都是首次飞行。